虔诚大德，我们继续呢再来看大象池。好，所以其实哈、哦，哎，怪卦就是在跟我们讲布施，哦，财施、法施、无畏施。为什么？因为你要布施，就是要怎样？要有决心嘛。好、啊、然后呢，哎，你看看他跟我们讲说，折上于天。怪君子以施入吉祥，积德则济。哎，你看这个就是讲布施的方法。好啊，所以呢，哎，施入吉祥就是布施入者。再所以呢，于在下的人民呐、啊，就是布施给人民呐、啊。哈、哦，积德则济，代表说我们布施再多，要怎样功成而不居。不管你是财施也好，哎，法施、无畏施，不要有功德相。好、哦，所以你看他这一句话已经把我们道中。什么、啊、三思并行啊，啊，功成不居的，通通把它阐述出来的。所以后学特别列出来三思的一个什么一些重点。好、啊，他说捐出放生救命啊，啊，事消冤钱呐、啊，好、啊，所以你看看，我们真正的要赶快哈、啊，怎样懂得放生救命？所以最好的放生是什么？戒杀。所以呢，戒杀就是要赶快清火如素啊。哦、不然说你看我都没有杀，可是呢嘴巴还是在啃人家的什么、哎、骨头，还在吃人家的肉，吸人家的血、哦、这太可怕了、哦、所以自然而然呢就可以消冤解孽了、哦、捐出呢还有什么啊，刷书印经啊，广结善缘，代表说哇你看 这一本书 很不错，还是说一张什么、哎、一些很好的一个文辞呢，你把它大量的印注，还是说怎样赞助别人来做，这个都是可以做到什么广结善缘的。捐资上堂注印啊，定瞻佛光啊。所以呢有时候、哦、我们自己能力不过啊，啊你发现这一本书不错，哎，然后呢哎自己掏腰包500块1000块也帮忙怎么注印、哎、这个都是很好的呢。啊，像后水那一天哎接到一个电话，哎，他就打电话过来，原来是易经学会的一个秘师啊，哦啊，他很厉害啊，他打电话过来说啊，永宏大哥啊，好久不见了，哎，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啊，哎，后水以为什么事情哈、哦，他说哈、哦，玻璃姐喝汤哎，哎，说好事相报啊，嗯、好，什么好事啊？他说有一本书本很好啊，就是我们大姑老前人的一个故事啊。哦、啊因为那个这本书呢是在就是什么 一个出版社、哦、要帮他来出版的、哦、陶渊明圣经的一个什么随会，他们要为我们那个大姑老前人出一本书哦，好、哦、已经出来了、哦、他所有的故事都在里面啊、哦、然后他说哎现在、哦、就是缺了一些经费，哎啊，让怎么样？这个好处啊，就由你先来沾这个喜呀、啊，哎啊，看或者要多少布施啊，哦，很会讲话哈、哦。他讲到这里哦，没有拿出来都不可以的，哦，是，哎啊，所以或者随缘布施啊，好、哦，他就很高兴哈、哦，所以就是这样子嘞，所以我们可以做得到了哈、哦，哎，有这种机缘，我们怎样多多少少来做一些布施哈、哦，来做一些助印。你说要整套的很多书本啊，1000到2000套，我们可能没办法。好，啊、我们呢尽自己的力量，好、啊，这样子多多少少来怎样定瞻佛光也啊，捐施道友开荒呢，分工于你啊，代表说哇，你看看我们的道亲要去国外开荒的，好、啊，要去哪里怎样布道了，这个都很好。哎，我们怎样做一些，因为这是财施嘛。啊、哦，哎，布施了1000块，布施2000块，甚至有人说啊，你的会计票我帮你出了，你的生活呢，我帮你捐了，哦，这个通通可以来沾这些喜气跟光啊功德的，啊、哦，所以分功于你也，捐施助上下之初啊，记你功德啊，所以我们在那个庙里啊，那么我们的佛堂啊，上下下下所有的支出，真的都很可观嘛、啊。啊，这里后水是不知道，像我们义和圣堂那边哦，哎，只要一个月的电费哦，就20几万呢，一个月电费啊，好、哦，因为他那个佛堂很大啊，如果我们又常常开班嘛，所以那个消磨都很大的，啊，所以各方面的支出真的很大，所以要建一间佛堂其实很简单呢，可是呢，你要把它维持下去，那个不简单呐、啊。啊、哦、啊！所以这个都要靠
众人的力量呢来护持着。好，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的互相的支援的话，哎，给予我们大家的一个功德一份哈。所以捐出助会呢，众怎么样？众觉眼呐、啊，神人来做关系呀、啊。所以呢，可以来帮助我们这个什么啊？哎，这个法会啊啊，所以每次法会呢，其实开销也是蛮多的。你看，又要哎做便当啊，啊，甚至有人比较高级，还什么、啊、还有吃那个梅花餐呐、啊。是不是啊？还有所有的开销啊，这个通通要的呢。哎啊，甚至呢，像我们青少年班还是要购买那个制服呢。哦，所以呢，开销太大了。所以呢，我们可以来助这些缘运的话，哎，真的神人欢喜了哈、哦。捐施与济人利物啊，增功十善也呀、啊。所以在社会国家当中，我们看到人需要的，哎，可是我们抱持一点怎么样？救急不救贫啊。因为救贫的话真的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财产，即使全部财产拿出来磨难不告开了，是不是？好，如果真正有急难的时候，有急需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怎样伸出援手。据说我们大姑老前人他的爸爸，当时就在中国大陆专门在做这些事情的人啊，所以是一个好善乐施的一个什么大善人的，所以你看他才出现这个贵子出来啊，所以他要来台湾开荒的时候，很舍不得离开父母亲呐、啊，很舍不得离开他们啊弟妹们。好、啊，可是爸爸给他一个很重要一句话，他说我们家可以出你这个修道者啊，这是怎样？我们祖德怎样有德性的，所以呢，你要敢好好的真正把道办出来，因为所有我们祖先都要沾你的光啊。哦，所以他责任更重大了，所以就舍弃家人，舍弃他们家乡，然后来到我们的台湾呐、啊。所以你看，刚好一家子，所以呢，我们整个花莲的大道场这么庞大，所以后水啊，真的非常佩服啊，所以我们都是效法他的一个精神。所以据说哈、他也有他父亲这种本性，很喜欢怎样好善乐施。很喜欢帮助别人，所以他的本性啊就非常的纯善的，好啊，所以就又有那种聪明睿智的一个过人的智慧，所以又推广了好几种的一个什么啊，很多很多的一个方面的道推广，好、啊，所以他又成立了青年界的、青少年界的、社会界的，又把那三界合一化，哇，更高招了哈啊，所以呢，才有我们整个大道场的一个成架构出来哈。好，再来就是一个法师了，所以当法师也是很好的，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法师就好像讲师嘛，啊，不一定也是讲师啊，可能是一对一的，你可以都可以跟人家讲啊，好、哦、啊，所以做法师的有什么呀、啊？有什么好处？他说破人的迷惑，解人的忧愁啊，是不是？他有什么心结了？他有什么疑惑了？可能透过你的嘴巴，然后跟他怎样导致一阵啊，圣功也啊，自然而然啊，他的迷惑就被破除了。好，然后呢，别人有忧愁的时候，你好好倾听他的一个什么忧愁，倾听他的一个诉苦之后啊，自然而然啊，这个人也可能让你来得度了，也让他真正离开那个苦海。好，所以除人的烦恼，开人的智慧。所以人有烦恼当中，我们四十度的，来怎样，来引导他，好、哦、啊，所以这个人，也可能因为这样子，然后解除他的烦恼。今天后水也听到一个故事哈、哦，就是孟云老师啊，有一次他在那个他，因为孟云老师他开一个天地师局，好、哦、啊，所以他在国外就没办法，有时候回来了。有一次呢，碰到一对夫妻。然后来购买很多的书本，还有录音带，还有 CD， 然后买一买，准备要结账的时候，刚好我老师在那里。然后呢，那个太太说，这位老板啊，你的声音好像录音带里面那个人的声音啊。他说对啊，因为那是我讲的。然后两个夫妻就跪下来了，你知道吗？孟云老师吓了一跳，你们做什么啊？赶快起来，赶快起来。所以啊，起来的时候才讲啊。他说他们夫妻本来是要闹离婚的，闹离婚的，又是心有千千结嘛，所以呢彼此都没有办法好好沟通啊。
结果呢就是赶快准备要闹离婚了啊，刚好呢有一次啊 老婆在整理房间的时候看到那个 一些录音带嘛哈，结果呢想把它丢了又舍不得，然后呢留着也没用啊，怎么办啊，不然呢播来听听看啊，听原来刚好讲到什么，讲到说我们人跟人相处当中都是要怎样退步来想，站在别人的立场来讲，因为呢一根指头 指向别人，三根指头指向自己，好啊，所以凡事自我的反省，自我的要求，不要要求别人。哇，讲到这些话，那个老婆，对哦，好像我都要求我的先生对我怎么样，对我体贴一点，体贴一点了哈，啊好一点，温柔一点哦，都是强调这个，啊好像从来没有我怎样自己要求我要对先生好一点，包容一点啦。所以就是因为这一席话之后啊，两个又和好起来了，所以他们就一直听这些录音带，然后听完了之后又去买书本，又去买 CD 买录音带，所以又找到这个主讲者啊，所以才把它会下来啊，所以你看看是不是一个法师，其实不是你现场讲的哦，录音带就好了， CD 就好，不 CD 就好了，通通有可能怎样影响一个人，所以你看功德无量啊，所以或许建议大家你讲的课把它录制起来，然后也可以送给别人，所以呢刚好的话真的有人需要的话，真的就可以怎样真正除人的一个烦恼的，不一定你 本尊在啊，好像这一次或许去大陆回来，他们要 VCD 初级的跟中级的，他们还没有要求那个高级，所以或许有高级的还没有送给他们，就送这两套，所以你看或许在这里那边的他们就在上课的，所以他们很喜欢看很喜欢听的，或许在等他们已经上完了，然后自己也看完了，然后他们要求的时候或许再给他们，因为不能取得太容易嘛，东西取得越容易的话他也不会珍惜的，所以呢或许就是用这种方法，所以这种方法其实不错啦，所以像后水现在的 VCD 已经跑了好几个国家了，马来西亚也有了，新加坡也有，中国大陆也是好几个点都有了，所以都是在找有缘人，然后还可以开人智慧啊，因为你看看像我读一经之后，你有没有觉得你的智慧越来越高超了，像陈讲师跟后水讲的，哇你讲的我都听得懂了，恭喜你啊，听得懂代表你智慧大开了，所以也是听得懂才会继续的读下去，才会继续的 听下去 不然的话听不懂真的早就打退堂鼓了呢，所以只要你懂得这怎样易经的哲理，你要研究所有经典你会觉得很简单，然后勉人进修啊，利人精进啊，所以呢勉励大家赶快来进修，这个都是法师的一个责任，所以当法师呢就是当讲师呢绝对要有正确的观念，不能讲沮丧的话，所以要不断的怎样勉励大家，所以不要讲一些怎样不要讲一些呢怎样懈怠的话，也不要夸奖，这个都不要哈，利人精进啊，就是鼓励大家了好好精进，因为精进可以度懈怠啊，所以你要人家精进，最重要就是自己要精进，自己不精进你如何来鼓励人家精进呢，所以使人信心啊，成人随道啊，所以让大众呢所有兄弟姐妹呢真正产生无穷大的一个信心出来，所以呢要这样真正产生信心出来，自己真的要独立出来，所以让大家在你的口中当中，让在你的行为当中都看到道的一个尊贵，而且来成就别人来随道，所以让别人也来成就了，所以苦口婆心以化世人啊，要知道鼓呢是不打不响的，人呢是不劝不散的，所以法师就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这种的角色是很重要的，而且是怎么样方便广门，因为你也不用花钱嘛，对不对，你只有 一张口而已啊，然后呢你看我们说代天宣化布天之德，这是什么造功德啊，如果我们今天不讲这些话呢，讲了事事非非造了口业，不是怎样，不是怎样非常不好嘛，所以那就怎样阴阳的，
所以呢，造口业也是我们这个嘴巴，哎，立功的也是我们这个嘴巴，好啊，所以我们好好学习这一些什么方便法门，来跟大家结个善缘，哈，所以有这么好的一个优点哈、哦，然后还可以做无畏师的，我又没有钱啊，他又不会讲课，那怎么办？可以做无畏师啊，所以他出力助道啊，尽心竭力呀、啊，哈、哦，尽心尽力的，好啊，所以代表说哇。哎，道中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们都怎样？哎啊，完全的来配合，哇，这个字很难得的呢，啊，所以像我们那边有一个道亲哦，真的很难得，祸水都感动在心里啊。他姓陈哦，跟祸水同姓，啊，大概是65、66岁了，哎，只要说他说哎某某人啊，哎哪里需要帮忙载人呐、啊，哎，他就把手边的工都丢了，然后赶快。开着他一部九人座的车子，赶快去载人。啊，那一部九人座还自己买的呢，自己怎样布施出来的呢？因为他买那一部车就是立愿要来帮忙载众生，就是这么可爱。所以只要他一听电话，听到通知，马上怎样放下工作，通通怎样，哎，拨哎怎样，哎，用时间呢来做这一些工作哈、哦。啊，所以你看这个都是一种无畏师的。他说堂上铺张呢，整顿啊，不辞劳苦啊。好、哦，佛堂当中啊，一些的铺张啊，排椅子、擦桌子啊，所有的工作，哎，作为怎样不辞劳苦，哎啊，所以呢，这个都是无畏师，受风雨捉怎么样？哎，捉车之苦呢，不畏艰难啊、哦，所以你看看到国外这个可以比较可以体会得到，我们台湾好像没有了，因为从高雄到台北顶多是10个多小时而已啊。这个还不是坐车子的辛苦嘛，哈、哦，哎，像祸水的扁团师从那个石狮啊，中国大陆石狮坐车子要回来香港，都要坐12个小时呢，哎，一个70几岁的老人家的呢，一下子要坐12个小时哦，那个很辛苦呢，哎，为什么？因为那个大陆的车子，如果各位有去坐过，你就知道，像以前我们那个老车子一样啊，它是可以坐50个的那种车子的。好、哦、啊，那个椅子哈、哦、都窄窄的，坐2个人还刚好。如果你碰到哈、哦，哎，衰一点哈、哦，碰到一个胖子了，那完蛋了，哎，你连翻身都没有办法翻身呐、啊哦，啊，所以真的，哎，他们在开荒真的太辛苦。像我们这一次去荷兰，刚好开了2天，可是不辛苦，为什么？我们都把它当作是在游玩呐、啊，游山玩水，因为那个开车子是轿车，好、哦、啊，一部轿车蛮大了，又坐5个人，刚好又很舒适。哎，啊，在里面呢，哎，怎样？无聊的时候就讲讲课，哎，啊，不然呢就玩玩一些游戏，啊，不然的话就是睡觉，啊，不然都是吃东西，啊，就好像在怎样，哎，在，哎，哎，在游玩，在游乐这样子哈、哦，在观光旅行，所以不会觉得苦啦、啊，好、哦、啊，可是哈、哦，真的，你一下子要坐12小时，真的很累啊哈、哦。传道之时呢，受回报，不怕啊，哎，不怕不觉也。啊，所以呢，在传道当中一定有毁谤的，所以我们要如何突破难关，就是一定要很大的什么信心力呀、啊，啊，信心从哪里啊？经典而来，啊，所以经典就是我们的靠山，啊，所以或者很鼓励大家一定要多研究经典，啊，不要看人家修道了，啊，救人于极为之苦啊，不必呢困苦啊。所以救人当中呢，需要人帮助的时候呢，真的，哎，真的，你要适时的伸出援手，哦，这个呢，真正的不要怕困难，也不要怕辛苦，因为天底下的众生太多太多了，好、哦，所以我们发现到很多点团师啊，前辈者，到一些什么，哎，没有开荒，哎，没有，哎，不是怎样很好地方的啊，比国家啊，他们去那边开荒了，都非常的辛苦啊。好、哦、啊，可是呢，他们不畏困难的突破一些难关哦。舍甲于世间呐、啊，见功于天上啊，布施乃将虚空的国宝换来不空的一个什么国位。好、哦、啊，所以呢，真正的舍这个在人间的一个假象，哎，然后呢，见什么？见真功于天上，就好像说用钱来布施啊，造就我们无上的一个功德啊，何乐不为呢？啊，所以真正可以让我们财师、法师、无畏师也在人间可以做而已。不然你看看，如果我们百岁之后，哎，不要说回天西方极乐世界了哈，我们只要回到九九重阳关就好了。
哎，你回去那边再修再练，你要财师、法师、无畏师没有机会的，因为大家都在那继续修炼嘛。如果你幸运一点，跑到那个四十道天，哎，大家的境界都比我们还高啊。哎，你如何去做度化众生，如何去布善施，也是没有我们的份。好、哦、啊，所以只有当下在人间，我们要做三世并行是最好的时机。好、哦、啊，所以我们如果错失这个时机，那太可惜了。好、哦，好啊，所以怪卦其实大象辞就是跟我们讲布善施。好，请各位我们再来看六爻的含义哈、哦。所以这六爻都是什么属静的啊？最不好的爻就是第六爻。好、哦，初九爻他说壮于前子啊，我不胜为咎也。相曰不胜而亡，咎也。不胜就是不能胜任啊。为什么五阳要绝第一呢？如果你是第一阳，就要去把它绝死掉，没办法啊，因为它是最底下，代表是人民力量最薄弱，所以呢，你没有团结起来，只有你一个人要去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有没有发现壮出来了？壮代表大壮卦嘛，好啊，所以大壮卦从哪里来？哎，你看它是一鱼生卦，所以哎，一鱼生卦第五爻，哎，就是怎样？哎，第五爻嘛，动下去就是大壮卦了嘛。所以呢，动摇第五爻是大壮卦，印于生卦也是大壮卦，所以在这里代表了壮于前子，代表说这个人的功力只有一点点而已啊，不足为道啊。所以初九爻不应事也，又跟第四爻没有相应，代表说他能力又不足，第四爻又没有办法帮他。所以呢，他如果要成了抱虎腾河之勇啊，冒昧的前往的话，一定无法取胜，便将缓其害也呀、啊。所以呢，第一爻代表匹夫之勇，所以他叫他静，你还没有得到时机，你要决第六爻啊，哇、哦，以你来讲还差得远呢、啊。哎，一个百姓你要除掉慈禧太后，那哪有可能啊？不可能的。哎，你不要说要进那个皇宫啊，你只有在外面就被斩首了，是不是？好，所以第一爻啊，他说，哎，你不要冒这种险啊。哦、不要有这种匹夫之勇啊、哦、啊所以第一爻呢跟我们讲王母训时训哈、哦哎、跟我们讲说真真假假假假真啊，真假物托呢、哎、怎么样定超成成环立功广宣化化事归根同求真啊，这一句话真的很好，他叫我们说人生在世啊，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们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哎，肉体是假象，自信是真相啊、哦！世间的名利恩爱是假象，哎，上天的功德才是真相啊！所以呢，他叫我们真假一定要搞得很清楚，所以不要认假为真啊，那就完蛋了啊！所以我们都有没有智慧，知道来找到真主人啊！这个就是可以真正从见性当中是功啊，平等是德。所以真假悟透定超成啊，所以呢，我们把真的假的，你把它好好哎透彻的一个什么哎开悟之后呢，自然而然哎定超成，这个离开这样超越我们的一个尘埃了，就是什么超越五行。所以真修道者不会被五行所绑住啊。然后呢，成环立功广宣化，所以这一段句话就像或者刚刚讲那一样，于是。就好像说我们在人世间才可以立大功立大业，才可以真正布善施广宣化，不然的话去到哪个天界都没有机会了。好，所以化事归根同求真啊，所以现在是赶快来怎样哎，教化世人度化众生，赶快让他们有机会来归根认无啊，一同来求自身的真哎。所以你看那个真是怎么写，一个十字架对不对？两个还有一个木，是不是？好啊，所以你看看那个十字架就在你的眼前呐、啊，啊，所以叫我们好好找到这个真的。所以我们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妈妈都叫我们什么？你都要认真读册，有没有？认这个真的，你不要认那个假的。好啊，所以叫我们认真，就是要找到真主人也。师尊老大人也跟我们讲说。人要在世中磨啊，更要在人中磨，因为每个人都有脚，所以要怎样？所以要在人中磨。你若哎避开人世啊，避开了人群啊，永远没有办法来成就了。
好，所以第一呀，代表他的火候还不够，还要磨练呐、啊，再磨再练。哎，没有历练的话，真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人哈、哦、都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好啊，所以或许建立家呢，如果是一个家庭来讲，哎，因为或许发现坤道都有这种弊病啊，什么弊病？好像凡事都是要依照他的方法做，啊、那很奇怪呢。哎，因为只要哎，你要需要说孩子啦，是先生啦，哎，做什么事情都要依照你的方法来做的话，你会很辛苦的，而且会很痛苦。为什么？因为你为什么没有照我的方法做？哎，后水的看法是说，哎，怎样？就是说，即使你可以达到这种目标的话，你用什么方法，只要怎样达成这个目标都 OK 的。因为罗马，哎，条条大路通罗马嘛，我从这一条道也可以到那里呀、啊，我从这里走也可以到那里呀、啊，为什么一定要按照你这种方法做？好啊，可是往往人哈、啊、都是有自己的看法啊，也希望他的先生跟他是一样的，好啊，所以你看，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先生会很痛苦，太太会更痛苦，哎啊，所以后水也希望说我们有在修办道哈、啊，哎，后水的方法很简单，一心要把它弄通很简单，真的用你自己的方法把它成就。哎，啊，方法其实很简单啦、啊，就是要投入再投入，深入再深入，就是这么简单的而已哈、哦。好啊，所以呢，哎，不能离开怎么样这个世上来修，所以如果避开了人情，就没有办法完成的哈、哦。啊，所以第一要不足，所以要好好来历练，所以它是主境的，代表功力未成熟哈、哦。第二爻呢，它是什么？癖好。哎，末业有容啊，勿恤也；相耶有容勿恤，德中道也呀、啊。所以呢，什么叫癖好？就是好令的意思，叫做什么？哎，戒言令。哦，所以以前我们有戒言令嘛，现在已经解除了。好啊，所以呢，像当兵也有戒言令。哦，所以有戒言令下去了、啊，哇，那个不能随便乱来的，只要你一触法，那就完蛋了哈、哦。所以末业有容，代表到了晚上。还能有所戒备，哎，所以跟我们来讲说，你是第二爻呢，你还是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临薄冰呢。所以你要怎样？到了晚上还要怎么样？恐惧修行啊，啊、哦，勿恤就是这样子，你就没有忧愁了啊、哦。九二爻与九五爻同行同德，然后呢，九二爻居大臣之位。得群羊相助啊，其所负的责任重大，所以爻辞才跟我们讲癖好，末业有容，勿恤也呀、啊，是指于虽有惊慌的一个警报，但警戒森严呐、啊，哎，敌寇即使于半夜来袭，也无所忧惧，忠义无伤也，不必忧虑也。所以凡处事能合乎中道，事先防备寇来袭啊，未雨绸缪的话。必是有备而无患呐、啊，啊，所以第二爻跟我们讲说，他其实都一切准备好了，他在等什么？等所有的爻来跟他配合呀、啊，啊，所以他是一个什么阳极阴位，哎，代表怎样所习正位之人呐、啊，所以呢，他已经一些怎么样懂得未雨绸缪，所以等待五个人跟他好好的沟通之后，哎，团结一心呐、啊，两人同心其力就断金了。五人同心呢，哎，其德乃大，好、哦、啊，所以就可以除掉一阴，所以他是在等待机会哦，好、哦、啊，所以圣人跟我们讲说，凡人一练之期呀、啊，必加谨慎；一言之初呢，必加检点呐、啊。所以叫我们的念头起来的时候，你要非常的谨慎呐、啊，不好的念头赶快恶于动机啦、啊，不然让它生化出来的时候，它会影响你的想法。哎，影响我们的作为，影响我们一个人的命运啊！一言之初呢，必加检点，也就是说，我们要讲一句话，请我们三思而后行，因为话出哈、啊，就好像泼下的水，哎，水出去了，难道你们把它收回来？没办法了呢。往往有的人是怎样，一句话出去了，无意中伤到别人的，自己都还不知道已经伤到别人，还在那里怎样啊？还在那里逍遥啊？那就很奇怪了。啊，所以他叫我们说，哎，第二爻就是要警惕，哎，要非常的谨慎，所以呢，一念一语当中都要非常小心。
圣人也跟我们讲说，红于金于矿土啊，欲美富呢于斯事啊，好，所以呢而不动心者，乃为真人品也。所以就好像说，我们可以拾金不昧，哎，这个是真人品也呀、啊。遇到这么美丽的女孩子呢，哎，在独居一房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不动于心呢、啊，哎，这个才是真正的修道人。所以呢，后水今天也看到一个影片哦，他是讲一个拾金不昧的，就是有一个夫人呢，哎，在要卖一个什么小孩子，那个小孩子还很小，要卖30两银子。所以就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小孩卖掉呢？他说没办法，因为先生哈、哦，哎怎样，哎跟人家有诉讼，结果呢，哎怎样，那个官人说要30两才肯放人啊，哦，所以呢他就没办法，因为家里很穷没有钱，结果呢就怎样，哎把自己的孩子要这样子牺牲掉啊，所以有一个善心人士说，好，我就买下你的孩子。好、哦，请他来当我们的怎么样长工，好、哦，他、啊、就怎样30两给他啊。那个夫人呢，拿到30两就匆匆忙忙要赶快去救他的什么丈夫了。结果呢，30两不小心又掉下来，他又怎样不晓得。所以呢，刚好有一个乞丐啊看到了，然后就把30两捡起来。好、哦、啊，那个乞丐是怎么跛脚的人哦，好、哦，所以也没办法走了、啊，所以他就用爬的把那个30两捡起来。捡起来的时候呢，大家知道他捡到钱了，说哇你花了，哎，可是那个乞丐说不行，我要在这里等，哎，因为这个夫人呢走了那么急，代表说他有急事啊，所以才不小心把30两丢在那边，啊，人家说啊你是怎么样冲昏了头，你已经现在捡到30两已经发达了，你不用再乞食了啊。他说不行，我的良心跟我讲不能这样子，所以他就苦苦在这里等等，等到那一天晚上。那个夫人匆匆忙忙又赶过来了，一直问一直问说有没有捡到30两、哦、啊，所以呢又碰到那个乞丐了，乞丐才说我已经等你多时了、啊、哦，那个夫人呢就很感恩，哎啊，所以呢就赶快拿了30两，哎，去到官爷那边，然后呢也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呢告诉了县长，哎，县衙门呢，哎，县衙门说哇，天底下哪有这种人，拾金不昧的人呢，哦，还是一个乞丐，还是一个什么跛脚之人呢、啊？哦啊，所以他说不啊，不可思议啊！所以他那个县衙门也没有把30两收起来，又还给他，然后也把他的什么账户呢放出去了，啊、哦，所以呢也就是这样子，两个夫妻呢就怎样重新再来、哦、啊？可是他们一直要报恩这个什么乞丐，可是呢很奇怪，怎么找都找不到了。啊，话就是那么妙，因为这个乞丐哈、哦，拾金不昧啊，哦，所以呢，他的善心感动了上天。那一天，那个乞丐因为爬到那个庙里睡觉的时候，哎，就梦见一个梦哦，说两个小鬼啊，怎么来到他的身上哦，就一直拉，一直拉，拉着他手也痛，脚也痛，哎，啊，然后呢，就惊动里面的一个什么和尚。哦，说哇，你好吵啊，吵死人啊！哎，你去外面睡好了哈，要把他赶走。结果他起来的时候就站起来了，跛脚没有了，哎，跛脚就好了。啊，怎么会好了呢？哎，啊，所以结果他是做了这么好的一个善事啊，啊，所以啊，可是脚好了又担忧了，什么？因为跛脚可以什么乞丐嘛哈，啊，脚好了做乞丐也奇怪啊，所以他又自己做生意了，做什么生意？挑水的生意。啊，然后有一次送人家要水送水过去啊，又被这个什么，那个夫人哈、啊，就是被拾金不昧那个夫人那个，啊，哎，看到说这个人怎么那么面熟呢？可是以前那个恩公哈、啊、是怎么样？是跛脚的，可是这个人脚这么好，那怎么办？是不是他不敢认他？所以就跟老公讲，老公呢就很客气，就问他说啊，兄弟啊，我来问你一个不应该问的问题。你以前的脚是这样子的吗？以前你是在卖水的吗？哎，那个时候不是啊，我以前是当乞丐啊，好、哦、啊，我是跛脚 啊，因为某种的因缘，哦，两个人就赶快跪下来了，恩公在上，受小的一拜啊，因为没有你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没办法啊，哎，团圆了，好、哦、啊，所以就请他说，你不要再卖水了，我们这里哦，他们是开那个药铺，我们这里很缺人手，请你来帮忙。
好、哦、啊，医者呢可以怎样报恩于你呀、啊？哦啊，所以就这样子，他就到他们那个店铺哦上班了。好、哦、啊，所以就这样子，经过两三年之后，哎，这个乞丐已经全部都会了那个中医的一些配方了。然后他们夫妻为了要感恩他，所以就骗他说，哎，也读了亲戚叫他们回去一下，因为有一些祖产哦要分配啊，请这个乞丐哦帮他们顾店。好、哦、啊，所以呢就离开了，离开大概一个月就寄一封信回来，说其实恩公，我们是不好意思跟你讲，因为我们要感恩报恩，所以我们当下就希望把这个店铺呢送给你，好、哦、啊，所以呢我们就离开，好、哦、啊，我们现在过得非常幸福美满的生活啊，再度的感恩你的一个施舍，好、哦啊，所以真的呢，我们人如果可以达到这样子，你看帮助了多少人哈。哦啊，所以呢，这样子就是真正的真啊，乃是真正的啊人之品了哈、哦。所以这一爻也是主境的，所以他告诉我们如何截长补短呐、啊。因为第二爻一定怎么恐惧修行在先，所以呢等待时机而动。第三爻你看又壮壮于魁有凶，君子怪怪独行欲语呀、啊。若如有孕无咎也，相曰君子怪怪终无咎也呀、啊哦、所以你看又出现一个壮字了，所以它跟大壮卦是有莫大的关系哈、哦、所以他说壮于魁代表脸上的肉骨哎怎么样内骨啊哈、哦、很瘦，所以这个教我们看看那个五行啊，哎，所以他说那个什么内骨就是这两块、啊，如果你看这个人哦，这两块很凸的人哦，就是有富没有贵啊，真的是这样子哦，哎啊，所以呢，如果你脸是怎么样碰饼的哦，或是要恭喜你，好、哦，而且有一点不是要太瘦，又有点什么胖胖的，又不会太胖那种，哎，这个叫助呼印，所以有点胖胖不要减肥啊哈，哎，减肥了就没有助呼印了哈、哦，哎，因为你减肥之后这两块会凸出来，凸出来就是有富没有贵啊，那就不太好哈。哦啊、所以君子怪怪代表了什么？家贫，被人家看不起。他说不要紧，我一定要成功回来。好啊，所以代表说一个人君子哈、哦，就有这样子一个冲天之志。为什么？台语不是在讲一句话吗？英雄哎，英雄出勇关，哎，勇不行哎，怎样总不还？所以他说一个真人君子呢，哎，出了这个阳关呢。立下的冲天大志，如果没有成功的话，我绝对不要回来。叫做什么？君子怪怪。哎，以我们修道嘞，我今世今生修，如果没有成功的话，誓不罢休。君子怪怪，好、哦，所以一定要有这个冲天之志哈。独行欲语也，代表这一部车呢被人家弄坏了，所以呢要整理好呢，它是很难的哈。所以若如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内心呢染到有色，佛性已经被怎样被染了，所以第三爻哎不好就是这样子来。有运就代表无名火呢都升起来了、哦、啊，所以你看看第三爻它本来是怎样很好的爻，它、啊、为什么变成这样子？我们来看九三爻独于上为应也，有没有看得到？第一这一爻跟第三爻刚好一阳之为大又相应啊。所以代表说本来讲好了五个人要去决子一阴的，可是第三爻偷偷的跟他相应、哦、所以就好像是助其怎么样转弱为壮的，以君子而助小人、啊、乃是凶事啊。所以那君子怪怪是什么、哎、是续美的话，所以那元君当明辨是以灰，助其所当助，绝其所当绝啊，不可以著作为内啊。所以九三爻违反众君子的公义，独以上六来相怎样勾结，所以在人格与事业当中呢都将受到的一个什么污染了。所以如浴血沾湿衣服一样，虽然受终身悔恨啊，然自作怎么样必作之念，所以不能救邪也呀、啊哦、所以你看其他爻通通没有跟第五爻相应，唯有第三爻偷偷的跟他，好像说人家要绝世一阴了，这个人去做怎么样、哎哎、通报封信了，所以让他、哎、逃过一劫、啊哦啊、所以呢才这样子为之凶、
所以本来鹰鸟是肉的，可是通报之后他得到消息了，躲过一劫，所以呢以这样来讲他就变成凶鸟了。所以济公活佛才跟我们讲说，看不破祖左，难脱俗世之前缠啊。所以叫我们要怎样看破，不要太执着某怎样形形色色的，脱离了怎样脱离事实的一个什么牵缠啊。谁不会历练呢，就不懂得冰下千寒了啊。所以我们人呢越修越有历练，越修越有内涵，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正道啊。不然的话真的不懂得随喜牵挂的谦卑呢，所以呢修道越修越和蔼啊，讲道越讲越入理。好啊，所以我们随道人就是要随喜一个字而已，叫做谦。所以叫做谦受益嘛，满招损嘛。冲不破考验呢，连累自己重负担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突破所有的考验的时候，连累了自己的九玄机组，也耽误所有众生的九玄机组哦，所以非常的注意。所以言不负实践呢，欲求人和整容缘啊。所以他说，如果我们讲话，光说不练呐，没有脚踏实地的事实践的话，想要求人和呢，真的是没办法。你讲的再多，人家说啊，你都没有做，是不是？一句话就把你怎样？南宫顾问的破功一样。所以我们真的就没办法抬起头来了，所以一定要脚踏实地的啊。习不了心气呢，就什么恶习循环，对待艰难。所以我们要降伏其心，真正的把恶习呢把它解除掉所以呢这样子才可以达到圆满。若不止欲念呢，怎么样惹动群魔呢，众恶言呢所以呢我们要止于至善，不要止于欲望所以这个欲望呢该止则止啊，所以呢自然我们心性就清净的。不然的话惹动所有的一个什么群魔的话，那完蛋了因为我们现在修道就是什么佛跟魔在作战啊，性跟心呢在作战啊所以人心跟道心呢也在作战啊，所以呢不是魔当家就是主人当家，所以呢一定要主人当家，不要魔当家，那就完蛋了所以这一啊也是很不好。为什么他是凶上凶上加凶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自助孽也不可救邪也所以你看看本来五个都讲好，他自己跑去跟他讲那通奸呢，所以你看看这种人啊是小人一个好，第四爻呢叫做豚无虎也，其行赤切，千羊毁亡啊，闻言不信也。象曰：其行赤切，位不当也，闻言不信，冲不明也呀。豚无虎就是怎么样，臀部没有皱纹所以你看他臀部没有皱纹皱起来很辛苦呢。我们有没有碰过那种人，就是很瘦瘦到说那个什么皮骨的那个什么屁股骨都跑出来了他要坐很辛苦啊。他坐下去的时候不是肉坐在板凳上，是那个什么骨头坐在板凳上太苦了，因为坐一下子他会痛得不得了所以呢第四爻就是什么臀无夫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咱俩都惊心不知道吗？不能选这个的，选这个就是不好就是要臀部要大一点的，代表说比较会生产是不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呢，你不要选那个臀部没有肉的好像不是很理想其行赤雀就是世间人呢只知道讲而不会做然后千牛毁亡千羊毁亡，就是一颗的明珠呢来到世界上呢，说呢已被污染的，所以要找到身中之阳，所以阳为八，有没有八阳吗所以十二生肖，所以代表了未会的，所以代表西南得捧的时刻的所以他叫我们说现在是七会，未来就是八会，所以他圣人才用阳来做代表嘛，所以叫做三阳开太阳所以用什么，用一头羊代表善良善心所以就是
用羊来做代表。闻言不信呢，代表说什么？不听老人言呐、啊，吃亏就在眼前。代表人家都在讲了，仙佛菩萨都来怎么样依训讲了很多上天的一个什么旨意了，说现在是三朝五度的，哎，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可是他还怎么样？有听了、啊，可是不相信呐、啊。所以佛陀说三不度啊，不信的不度啊，你不相信就没办法度了。好，然后这种呢是什么？幻上的聪不明啊？什么叫聪不明？哎，看起来很有智慧，看起来很聪明啊，可是没有明理啊。啊，所以你看很多大学生啊，高随士者啊，哎，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呢，大相之呢，不孝不知为己也。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下士闻道，会觉得很可笑啊。啊，所以这种人呢，是有聪明有明理的人啊。九世爻以哎，你看阴柔之性而入君子之林，有刚正的一个什么志愿。而无刚果的一个毅力，代表四道临妥了，排为怎么样占固。下三爻又并进了，他想要进又胆小畏怯，所以呢不履啊满山，若能向羊受人牵勉而前行啊，就可以无悔了。但羊的本性呢是傲直啊，往往不受牵勉，所以呢故劝告他说，你如果能随着九五之前勉而前进的话，便可以无悔啊。他却听不进去，哎啊，所以就大哎做一种比喻说，不听老人言呢，吃亏在眼前，就是第四爻最好的一个写照了哈。所以师尊老大人跟我们讲啊，是跟那个寒霜子大仙的批训，他说世人相居认假为真呐 啊，所以你看他说世界上的人都是把假的当作真的在做。把苦把真的苦呢当作为乐在写，所以他们认为喝酒最乐，其实那个是麻醉自己啊。他们说的是抽烟最快乐，哎，饭后一根烟，快乐是神仙，讲得非常的美。好、哦、啊，可是这个都是造就了自己的一个罪业呀、啊，哎，再伤到自己的一个什么身体而已哈、哦。性迷昏暗呐、啊，哎，颠醉自身呐、啊。所以本性已经迷暗了，已经怎样、哎、非常在怎样颠倒在这醉生梦死当中的，他们还都不知来开悟、哦、慈悲本是人之体现也、啊、所以呢叫我们 显出我们仁慈之心，显出我们慈悲之心，然后呢真正的把它行化于天下。智能品气呢苦海长城啊、哦、所以呢人不求有功，但求什么智慧就好。智慧呢真正的可以呢秉持所有的一切的苦厄、啊、所以自然而然就破除我们苦海当中沉溺不见了、啊、所以他说天与无私的为师同目啊，所以呢你看哎，所以他叫我们真正的哎孝啊天的一个德者，因为天行与师嘛，所以他是怎么样绝对公正的。圣德容物呢阳善恶隐啊，隐恶阳善，所以呢真正圣人那个德者哎，有容乃大，所以呢他们的一个德性是怎么样隐恶阳善。所以我们第三宝为什么右手要在里面左手在外面，右手属于恶的嘛，左手属于善的嘛。所以你看看我们打孩子啊，哎，以前还没有亲我都是杀猪啊杀鱼啊什么都是用右手嘛啊，所以求道之后，他说把你恶的手把它引爆起来，用善的手显现出来啊，所以就是引恶扬善，明辨是非真智展现呐、啊，啊，所以呢，好好的真正的明辨所有的是是非非，让我们的妙智慧呢展现无方啊，展现起来，自然而已破除所有的迷惑啊，所以这是第四爻，所以它也是主见的。所以呢为什么？因为呢他不听人家的一个劝告，所以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就在眼前了哈。九五爻见路怪怪，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呀。哎，见就是一种菜的名字啊、哦、所以呢他这种菜是在三月份才有的啊，所以据说这种菜呢要得到它还不简单哈、哦。路就是第六爻的意思，因为路中有石头啊，哦、啊，所以呢，代表说这种菜呢，可以在路旁边、哦、可以找得到。怪怪就是快速的意思啊，
整句话怎么说呢？他说九五爻怪绝之主也，因为最重要他要绝掉一阴，这个是第五爻是最关键的，因为他要释化号令，所以怎么样大家集合起来才可以把它解除掉。另外一种想法是说，凭着这支子呢来绝上六呢，是怎么样？他这一爻的一个孤阴是很简单的，多简单，它的容易好像折断一根的箭入草一样，但可虑的是本卦仅有上六一阴而已哦。可是九五移之比近啊，不免有怎么样狭逆之情啊，所以呢松弛了绝间之志，所以故鼓励到箭入草一样容易绝的对象，正是所当绝的时候了，中道而行才可以无咎也啊。代表说你要绝这阴太简单了，好像斗地呢你刚，可是呢却是忽略掉了啊，所以第五爻就是这样子来。所以圣人才勉励我们说，人虽智愚啊，则人则灵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好像人说好像都很笨的，可是在骂人的时候，责备别人的时候，哇，那个口才是一流的啦，是不是？哦，那个台词哦，滴滴答答滴滴答一直跑出来啊，然后虽有聪明啊，是己则昏呐，代表说哇，人家说我们都很聪明，可是，在饶恕自己的时候，好像不聪明了。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什么都不要紧，所以就变成这样子哈。但尔将怎样？将常以责人之心来责己，恕己之心呢，恕人，所以不患不到圣贤之地位一样。所以这句话讲得很好哈。他说把它反过来了。我们把责备别人的指责别人的心来指责自己啊，我们把那个宽恕自己的心来什么宽恕别人啊，这样不是就变成了一个修道一个法门了吗？所以呢我们一般人都刚好把它道还了，所以呢圣人才感到非常的感叹。虎丘帝君呢跟我们讲说，真知贵啊，真知贵奉行啊，真我贵审查啊，所以呢真正的知啊，就是在脚踏实地把它做出来哈。真品呢贵锻炼呐，真觉呢贵精进的。好，这一爻就是要在怎么样真正的精进，真正的一个什么锻炼啊，才可以真正达到一个真品位。真华贵心物啊，真诚的贵包的包袱啊，所以包袱啊哈。所以呢真正的华啊，真正要赶快自己去什么样体悟它啊，所以这样我们读易经，你们要好好去体悟它的话，依旧是易经，我们是我们。可是呢，如果你用心去体悟它的时候，易经是我们自己的，不是世圣的。所以呢，他跟我们讲得很清楚的，真智贵审思啊，真心呢贵明辨呐。所以真正的智慧呢，就是要真正的好好的怎样回光返照啊，审思不已呀。真功贵慈善啊，真德呢贵包容啊。所以什么叫做功德？就是真正的行功了愿，真正的把善行于天下，然后呢真正来可以容物一万物啊。所以呢就好像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个都是一样的哈。所以第五爻也是主见的，所以这一爻通通没有主动哦。这个卦代表做事要把握当下，因为你六爻很容易就把它解除掉了，你为什么要拖时间？因为你地位是吧？你阳基阳位得其中正之位嘛。你如果没有当机立断的话，可能没办法来解除的所以这个就是叫我们要把握当下哈。第六爻是最不好的爻，叫做无号中有凶也，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五号就是怎样，连要叫的机会都没有的啦，最伤心自己的就是哭也哭不出来那种感觉啊。所以这个是什么最佳的一个伤感。终不可长也，代表说求天天不应了，求地地不灵了，求人人家也不理你的啊。因为怪卦上六爻为阴柔之小人啊，处于怪卦之极端，其势呢孤阴而无力也，盖以恶贯满盈啊，此这个时候呢为神人共愤，天地不容了。所以在十二的一个什么物尽的抉择下，上六及时号啕哀求啊，也终不可云其一时啊，所以是警惕之词，并不是解释之词。所以他在警惕说第二爻
你不赶快反省的话，你难逃法难逃法网啊！因为所有的因缘都准备在要把你结束掉了，所以呢，他在警告。所以师尊老大人跟我们讲说，日式之法并非同流合污哦，而是有合其光同其尘之心量。所以呢，它代表说，就好像我们人啊，你是处在第六爻，一定要有这种心，对别人要有宽恕之量，有种那种雅量啊，因为你是第六爻啊，如果你对众人没有那种宽恕之量的话，没有资格取在那个爻哈。对谤语要有忍耐之量，所以呢，别人要毁谤啊，我们要忍受。对忠言要有虚受之量，所以呢，真正的可以逆来顺受哈。对师父要有容纳的什么之量，所以呢，这个就是告诫我们在第六爻，如何来应事对事哈。所以这一爻最不好，代表了大凶又大灾。因为他已经求天，天不应了，无药可救了。好，只是时机一到的话，五爻结一阴，绝对很快的。所以也告诫了我们心中的误会，一定要赶快把它解除掉。所以这个就是怪卦。好，我们来做一个简论哈，总论的。第一爻是不是撞于前子啊？时机未成熟，还没有到时候，所以他动下去是大过卦。所以大过卦代表第一爻代表不急嘛，第六爻代表过瘾嘛，所以呢，它就是怎样，不急当中你要赶快君子独立不惧，遁世无闷也，赶快躲起来，赶快怎样隐遁起来，好好充实自己的内涵啊。第二爻呢，你看他说替号末夜有容也呀，他说动下去变成了德卦，所以代表说你今天非常的谨慎啊，你要隔时也六爻，可是要懂得顺天而应人，不然的话不能决之一因哦。因为呢，他是慈禧太后太强了，你要靠你自己也没办法，所以要顺天应人，合同五爻，来才有办法隔除掉。第三爻呢，它是什么啊？撞于魁啊，所以叫做动下去变成对卦了。所以他说你今天君子怪怪哦，一定要相当大的一个决心哦。所以你要赶快，对卦的君子与朋友讲习啊，就是说你要邀一二爻、四五六爻，大家一起来泡茶，要来合商，要来检讨如何来决时一因呢？不能故意而行之。不能呢，偷偷的跟他来相应啊。第四爻呢，他说，怎样，吞无乎也啊，其行取次却也。所以他动下去变成虚卦了。所以代表说这个人呢，存啊，那个肉太少了，是不是？所以你要赶快需要补一补啊，因为代表说你太瘦了，你没有力量去绝一阴呐，所以自己身体要把它养好。身体要养好，就是怎样，君子饮食宴乐啊，爱吃较好的啦，较大方。第五爻代表一个大壮卦了，所以呢，见入怪怪，跟我们讲说你变成大壮卦了，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真正用你的大壮之情呢，来好好，真正的决时一因。可是决时一因还没完成当中呢，就是要以非礼服礼呀。代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代表你第五爻一定要好好修行自己呢，其他的事爻才会跟你走啊，你才会变成大壮卦。你变成大壮卦的时候，你要觉知意义是不是很简单了啊？第六爻呢，它就觉知掉的时候呢，你看看，可以把它觉知掉，成为乾卦了，可是不要换上了。亢龙有悔，所以乾卦代表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而泰而乃立争啊。所以呢，第六爻真正要达到的就是性命双修，才可以恢复我们金刚不坏之体哈。好啊，我们今天呢也是来唱一首歌，壮志在我胸啊。所以这首歌呢，很少听得到啊，可是我们得把它列出来的哈。高处就是的四季，远方也许只是些。
众志在我胸，所以呢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所以呢跟怪卦又有莫大的一个关系了，所以呢最后呢师尊老大人又告诉我们，在怪卦当中我们如何立下的冲天大志，要来决定走这条路，决定来大帮助道。所以他说道贯古今难待人哄啊，所以你看现在呢就是要普度众生，所以唯有天不靠地不靠，唯有靠自己，天不言地不语，唯有靠人来代天宣化不天之德。好，所以他说继往开来呢创道统啊，所以你看看我们六十岁只是一直传到现在，所以落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有责任的义务把它传承下去，一心度众脱苦海呀，所以我们不要有两心，不要有三心，就是一心一意来度化众生，所以呢终身舍己呢化作常啊，所以呢叫我们好好的舍身来办道，所以呢后天顾好，先天更要来什么努力，自然而然我们人生就可以达到你的一个什么他的价值观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怪卦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很多不足的万请我们祖师释迦龙宽，也请各位顶来师以及各位前天大德呢多多的包涵，毕竟或许还在学习当中，最后恭祝大家身心健康，万事如意，道路同展，感谢师父，谢谢。